神仙在凡间不能随便使用仙法，尤其是不能攻击凡人，也不能干预他人的命运，不然便会遭到反噬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？你是人吗？莫非我是鬼啊？你是什么人？不用管我是什么人，我可有害过你吗？默默，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。这与你无关。你好好休息。孙公子，我真的认识你吗？你是真的你吗？是，我们彼此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今天是中秋节，在我们家乡有一个习俗，在中秋的那一天，男子要送女子礼物以及祝福。时间太仓促，我没有办法准备礼物。愿你一生平安喜乐。师傅，你有没有闻到桃花的香味啊？这都什么季节了，桃花早开过了。